好，那这边呢？这个智基他解释啊，他说啊，其中一如汉曰：“于戒句中，于戒句中，小注讲即下随本；于戒本中，即下本也；于难问中，即法师语。”若欲知者，有四比尼、朱大德等如他所引哦，就前面呢讲呢啊，朱大德有神通者呢啊等等，然诸阿罗汉并具神通，不无胜劣，故选招能者耳啊，就是有些神通也有高低啊啊，所以选这个比较高胜的人呢啊。来讲了，那超出者传于贝叶者，那古代是都是用贝叶经呢，再把它呢写出来的，所以上面是告众之耻，此耻呢，在三件就里面，那根据什么呢？第一个本，那出世法之相就是。比尼释法啊，比尼释法呢，第一个是本，所以出呢本中第一个本就是你的根本，你的根本律啦。那如果是我们四分律的比，就是你的根本律嘛，根本律四分律藏，所以云一切律藏即指当部出界，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当部四分律的律藏呢，那你要。开遮持犯呢，止持作死，你就要按照四分律，非为通诸律，不是说呢一切律藏不是指呢各部律的。第二，随本下呢虐其四文，道兄律师呢他省略了善见律解释的文，善见律呢他怎么讲呢？论云啊。就在大正藏二十四册716页，他讲啊，说四大处名为随本啊。小注讲啊，论文难解，诸事不同，且依古迹曰通别二元是之啊啊。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难解释。那这个下面讲呢，这个古代呢，就在《搜寻记》啊、《征推记》啊，它是约呢通别两个元来解释，通远呢跟别远两个来解释，啊，通远就是什么？这个不近跟近。不净呢，就是犯戒嘛，所以有智就是有这个智戒。那如果是净呢，清净呢，那就不犯，就是有持戒，那就不智，就是不会智到这个戒。啊，就是第一个是净跟不净，别远呢是乖违不犯。或是犯，就是开宗有志。那这第三个乖违不犯，就是乖违，那就是犯跟不犯嘛。啊，那你呢？不犯里面也有在志，就是开宗有志。第四个就是合乎开远，合乎开远就是不犯，那就是开了。所以别远就是有遮有开，那开宗又有。智中又有开，好，下面又在讲，所以这个所谓的这边讲呢，通别二元呢，
是不是在讲呢？敬不敬，犯不犯呢？啊，好。所以佛告诸比丘，我说不敬而不治，然此随入不敬，于敬不入，是名不敬。所以第一个是什么？所以第二个呢？第二个说呢，佛告诸比丘，我说不敬而不治，然此随入敬，是名敬。再来第三又说呢，佛告诸比丘，我说听敬，然此随入不敬，于敬不入，奴于奴辈不敬。第四呢，说佛告诸比丘，我说听敬，然此随入敬，于奴辈敬。所以呢，一切诸界啊，并具通别二缘，通如吃饭，别在随相。今此四句呢，前二通缘，后二别缘。啊，那就是呢，前后两句当中，初句是犯，后句不犯。啊，你的看呢，有点呢，这个不晓得在说什么。好，我们回过头来。所以这个四大处名随本，那第一句佛告诸比丘，我说不敬啊，我说不敬啊。那这个性恶遮恶，具事不善，故不清净。那不敬就是犯戒了，犯到性戒，那就是性恶了；犯到遮戒。啊，就遮恶啊，那都是不清净了 啊。那所以这本不净就不清净，就是犯戒了嘛。那所以犯而有智了啊，犯就是智戒了嘛，你犯了就是智了。但是呢，犯中啊，这边讲呢，不治而不治，而不治呢，就是它里面有开，你若痴狂心乱，都通开，啊，都通开，这是一切诸界都这样。然此随入不净，就是你一念不清净了，你去犯戒了，那随入不净了。于敬不入，是名不敬，不敬了啊。那就是呢，这个不顺开教，故敬不入。就是呢，你没有随顺开远的教法，那就是没有开远嘛。你没有痴狂心乱啊，你脑筋很清楚啊，你好经很清楚呢啊。那这个呢，你一念呢要作恶，那就犯罪了，所以故名不净了啊。那你就是于净不入，就是你没有入清净位嘛，那就是不清净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啊，佛告诸比丘，我说不净啊，如上而不治。我说不敬就是犯了吗？啊，那这个然此呢，随入敬，随入就是不犯了，是名敬。那什么意思？就是他呢，这个也有开源，怎么样开源啊？他本来是犯啦，应该是属于犯源啦，可是犯源里面为什么要我开呢？心不易知，顺开入境，他是不知道，他不是故意的，那所以他说入开源，所以有不成犯，故得明镜啊，故得明镜。
好，所以这边呢是指通源的净跟不净，犯跟不犯啊，这个持戒或是开源啊，就是是有犯或是有开，那这个是通源一切戒了。再看第三164页，我告诸比丘，我说听净，比如说淫戒啊，大淫戒，冤家逼迫呢，那这样呢，就是智中有开，就是本来大淫戒你男女二根相交你就犯了吗？但是现在又有不犯，因为他逼淫呢，他不乐，他没有受乐，所以就有开，或是机警的时候开八识啊，前面讲过啊，机警开呢，这些呢不受死啦，二处内处等等八件事啦，啊，就是本来是犯，后来是开的。然此随入不净，那开中也有犯，比如说呢，三死有乐，你本来是不犯哦，入。但是呢，入出入住出啊，你男女二根呢，你有受快乐，这样就犯了啊。时风不止，如果呢不再机警了，那你呢就应该不要做余时法了。结果你没有做，恶病规范，所以呢啊，变成呢这个开中有智。所以一静不住呢，于奴婢不静。所以乖于小注讲，乖于开教，故静不入；并解正犯，故言不静，就是乖违了。所以你乖违呢，啊，这个开源了，乖违这个不犯了，乖违不犯，那就犯了啦，就不清净了，啊，所以叫做不清净了。所以叫做净不住，就是你没有入清净位了。你本来是开源啊，结果又呢入了啊，入了呢啊，这个犯了当中，因为你里面有一点点违背开源啊，他要三死不受乐呢，结果你有一死受乐，所以就犯了啊。所以这边就是讲呢，第三、第四，佛告诸比丘，我说听净。听净就不犯了，如上，然此随入净，于奴婢净，奴婢净，那就是他来随顺呢是清净的，那所以他也是不犯的，所以顺于开教，就是他随顺你开远的教法，就是他属于开远，他不犯，并无故犯，那他还是不犯，所以他都合乎开远，他都不犯。那所以啊，这边就是第四个。那所以三跟四就是属于别缘啦，知道吧？三跟四，三呢就是你呢这个乖违呢开源，乖违开源，那就是犯啊，就是开中有智。那这是遮。第四个是合乎开源，就是不犯，智中有开，所以他不犯。第四个就是他合乎开源，那是属于别缘啊。那你若是通源呢？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不净，第二就是净。第一不净就是犯戒啊，所以他有智。第二是清净的。他不犯，所以是持戒，持戒他就不智。所以呢，一切通源呢，他有净，他有不净，或是净，就是他有犯，可是他也有不犯，就是他通开呢，啊，这个通开痴狂心乱啦，这些他是
都是不治的，它是不犯的啊。那可是别缘里面呢，是它有开缘，可是开中也有自戒。你如果又落入开缘当中的自戒，那就又犯了。那第四个就是它都合乎开缘，就是那一条戒里面的开缘。那开缘里面它有还有在治的时候，你不要再落入，所以就是属于别缘啊。好，所以这边讲啊，一切诸戒并具通别二缘，就是通缘跟别缘。通缘有两个，别缘净不净，别缘也有两个啊，就是开中有智，或是智中有开啊，那这些都合乎开缘啊。那这些呢，这个又前后两句当中并出句是犯，就第一句是犯的，后句不犯，所以第一句是不净是犯的。第三句呢，第三句是乖违开缘，乖违这个不犯了、乖违就是违背了开缘，违背开缘就是犯了，就是开中有智，这是第三句啊。后句不犯，后句呢就是第二句，第二句是清净的不犯啊，是持戒的，所以它是不智。第四句呢，它是合乎开缘，它智中有开，它又合乎开缘，所以它是属于不犯的啊。所以一戒下呢，皆有二缘，故名随本。所有的戒呢，都有通缘跟别缘。通缘就是你若是痴狂心乱，通通不犯的啦，你已经神经错乱了啊，否则的话呢，你就是要呢好好持戒了，所以叫做啊随本啊，所以是它有每一条戒它都有开遮持犯，或是智中有开，开中有智，你就要按照这个来持戒了，所以叫做随本，是一切戒大要之处。所以所有的戒都是有这样的开遮持犯，所以名为四大处啊。第三，法师语。那这个法师语者呢，先说本啊。我们说呢，你要呢用这个字义啊，你要方便度用呢啊，这些呢三藏的教理呢，那你这是法师语。就是你要自己解释啊，根据什么来解释呢？那你要次第来看，第一个，你要先说本，你要先说明根本，就是那个律文是什么。所以即上二本，就上面呢两个根据。那广分别啊，哈。即论中解释之文。那广分别者呢，他这个在善见论里面呢，他就会自己解释了，他会讲啊法师语啊点点点，他就会自己解释了啊。所以一一并云法师曰是曰，他在善见论里面呢，他就自己会讲说啊法师曰啊，啊法师曰呢啊，就是指他解释的那个文啊，啊，即论主一句，主师注显非本论文，啊，即论主这一句，即论主这一句，啊，是道宣律师啊，啊，他呢自己帮助来显露出来，并不是善见论的论文，啊。所以下面讲了呢，啊，就是本来那个论文呢，就是他论文里面呢，那个你要看原文呐，啊，这162页呢，啊，这边讲第一行啊，五百罗汉广分别六通即论主也，那这个即论这个不是原文，这是这个是呢，这三个字不是
不是呢原文啊，你要去查那个原文来对照就比较懂了啊。再看164页，是义用论作字义，这个三间论里面它是做这个字义。比云在三间论的原文呢，他讲啊，何谓字义？答：治本，治水本，治法师语。小注讲：如凭一戒，则摄三法。你要说明一条戒呢，那你就要牵涉到这三法，就是那原来的律文是什么？律文里面呢，律藏里面他自己会有解释，就叫水本。那律藏都说明完了以后呢，那我的解释是什么呢？就叫法师语啊。所以且至此三，就是呢，待加义度及对三藏，方可取舍。那这个呢，字义里面呢，我的解释就是法师语这边呢，他还会有待加义度啊，啊，他还会有这些义测度量啊，还有对三藏，他引用三藏呢，那这样呢来取舍啊。所以以义度就是这个法师啊，这个律师啊，这个论主啊，就是我在解释的时候呢，他筹量可否，这叫义度，用方便度。哦、就想起理去，就是详细来讨论研究它的道理趋向是什么。那我们呢，用呢上面的根据呢来义理来判别啊、哦，这样即三藏者，上是义想，下以教刊，上面是我心意啊、哦，详细的心意呢来解释，下面就是我根据的教理啊。啊，用三藏的教理来会刊的啦。所以比云呐、啊，以修多罗广说，以阿毗昙广广说，以比那也，以比尼广说，啊，以法师语等等，啊，就是它的原文是这样，啊。好，那你看最后一句哈，这个比云律师者有三法，然后成就，这是当律师的条件啊，当律师的条件有三法成就，翻过来，然后成就，第一个与本奉送通力。句意辨析，闻之不忘。那你要先背戒，把原来的背戒啦，或者让他背律藏啊，啊，就是你戒文呢，你很熟练了，你奉诵通力啊，然后呢，句意辨析它里面的义理啊，啊，就是语本，就是你的比尼藏里面呢，那你都能够不忘记啊。第二个，于律中坚持不杂。就坚持持戒了，你不但呢懂这个戒法，而且呢你要来持戒，于戒法中恒生惭愧了。所以你看那个它的原文呢，是你有持戒啊，恒生惭愧就是假设我们有不小心犯戒，我们会忏悔，所以他坚持不杂。第三，从师次第受持，不令忘师啊。那他会跟着呢师长呢来受持，不令忘师，跟长呢学习呢，师师相承受，他有传承呐、啊，啊，不是自己呢贸然呢自己这样子解释的，所以这是一个当律师呢啊，应该这样来次第学习啊，所以他论文呢，你看165页那个第二个小注善建立，他有讲啊。说一切比尼藏是名为本，那第一个奉送通力者，若有人不以次第具问，不假思虑，谁问能挡？具意辨析者，
律本据义，那他能够不假思义，他就能够奉送力，就他能背诵。第二个，他据义辨析，他能够了解他的义理，据本律本的据义，善能分别，能够知道这个律文的义理，义及义书悉皆能解。那坚持不杂者有惭愧意，这是第三个啊，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坚持不杂，第二个是呢，他能够持戒啦，有惭愧之意是名坚持啊。若无惭愧人，虽多闻解啊，敬重供养，不依法律，是法中即是，就是那，你只会背戒，你根本就没有持戒啊啊，就是你不依法律嘛啊。你虽闻东中人，可是敬重供养，可是你不依法律，就是你根本就是啊，讲的跟做的都不一样啊啊，所以呢，是法中的这个极次啊。何以故？亦能破惑身，亦能恼身。那有惭有愧呢？啊，于戒中恒生惭愧，就是我们会持戒了啊，有持戒，乃可莫命不为供养而破正法。就是我宁可呢失掉生命，我都不会犯戒啊！啊，你犯戒就破灭正法了。那不杂与文之中不相杂乱。有人问次第而问，如今晚请狮子高，不得漏失，故名不杂。啊，那次第从师受使不忘者，就是他有传承，师师相授。比如说优波里啊，啊，持律第一的呢。那是从释迦牟尼佛如来呢来受，后来一直传到呢啊，传到呢目犍连子弟须从悉伽婆受，又旃陀跋受，如是相师师相承，乃至于今呢 啊就是呢都有师长这样传承下来的啊。好。这讲了半天在讲什么呢？再回过头来，否则你又忘记在讲什么了。啊，回到160页。啊，因为他一个文他会开展很多文句了。好，道训律师呢，他这第四门呢，建立以四分律为根本，可是有时候我们会采取他部律，不可不用。这个只有北传有这个样子，南传跟藏传都没有，因为它只有一部律。那北传必须要这样子，那它有没有根据呢？因为它也有根据三戒律。三戒律呢，那个三戒律呢，它那个比尼它有四法，比尼四法里面呢，它有一个法师语。啊，它有一个法师语呢，里面有一个字义语，义用就是162页。它有这个义用，其实它是字义，它的原文是字义，它就是它可以呢用三藏的教刊广说呢来呢啊取用来取舍。三藏的教刊，那变成是它可以引用经律论。来解释我们本律文的吗？所以他根据的就是善见律啊，所以才会详细讲善见律的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啊。那这个呢是道宣律师的根据，他不是无故无缘无故的。我讲这一段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假设这个有一张地图啊，我们都指向同样一个目标。释迦牟尼佛讲法啊，让各个众生其实目标都是一样的，要证入涅槃，约比丘戒来看。但是后代100年后呢，这张地图啊被撕成5张了，五部律，每一张地图呢都有 目标，但是他们呢都不齐全。那我们四分律也是有目标啊，都一样的，十诵律、五分律、升起律都一样。
但是现在四分率呢要用到的时候呢，恰好我们北传啊这个地图都有，但是那个地图不一样，画的不一样，目标是一样，可是有些画的不一样，有些相同有些不相同，有些有路线有些没有路线。那个南传只有一张，藏传也只有一张地图。现在呢我走到别的地方齁，哎，我的地图没有，那个路线标没有标，哎，这是什么城市，哎，他没有标出来，或是他怎么样走法呢，四分率没有，哎，时送率有，或是升取率有，哎哎，这里有这个路线，这个路线恰好是这个城市到那一点啊，有这条路，就是我们形式上呢遇到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处理呢，四分率没有记载，但是时送率有这条路线有记载。因为我们北传很特殊嘛，我们有 好几张地图啊，四五张地图都在手上，哎，这边没有四分率，以这张地图呢指示就可以了，但是有些地方哇水波罗山不晓得怎么走，我看别张地图，哎，有他有这边歪过去了以后他知道怎么走了，所以我们就用他步率成就他步式，不得不用的时候，你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去南传国家去参学啊，你碰到南传国家最常常讲啥，哎呀你们不是比丘了，哎呀你们呢这个做什么事情呢，因为他都用南传部的那一部例来看四分律嘛，来看北传的嘛，但是北传就是有好几部律了，你说你我们穿这样你就还俗了，没有啊，我们有五分律啊，随方比尼啊，啊那你们呢吃饭又什么用净地啊，用净地呢我们四分律有规定啊，你没有规定啊，啊所以这里呢就是各部律它啊这个有无地出啦、啊、轻重不等啦、啊、这些呢刚才讲呢啊费心复显啦、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它就会呈现出来了，但是恰好我们有四五张地图你可以对看。对抗的目的呢是以我们四分律这张为主哦，有记载了你就不可以用他部律了。因为我很明显记载呢是怎么样开车吃饭，你就要按照这一步律了，你这条线路线就应该怎么样走就要按照它怎么走了，别步律呢它有些它有记载有些没记载，有些有记载它说它不一它跟我们不大一样啊，因为它那个图呢它歪来歪去呢虽然是同样一个目标可是它歪的不一样啊，你就要按照我们四分律的左弯右弯了，所以你必须用各部律的时候呢观念是这样，你这样就有一个概念了，哎，为什么我们要用各部律，所以呢有时候呢南传啊或是藏传的法师啊，我前面讲嘛，碰到呢没有规定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做了，随便人家怎么做了，然后就是你看到有些人他就奇怪不一样，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呢采其他部律，他们因为只有一部律，不像人北传，我们再怎么讲我都会跟你讲，哎，我们是依照什么律论，他们就干瞪眼了，他不晓得怎么回答下去了，这部律这部论他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北传就是可以讲出来，所以这里呢我刚才讲就说呢，你在参学当中呢你先了解这个原理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先站得住脚，而不是说被人家讲什么样你就按照南传的怎么说你就跟着他怎么说了，那你就完全随顺他部律了，那就是错误的，因为他部律根本不是我四分律的观念呢、啊、你就被人家呢带着走了啊、所以这里是呢在参学当中你要特别小心的、啊、好。
再看166页，第三，证明取义。然刑场之物实难，取舍之义非易，且竖起大权以成无惑。然而呢，刑场之物啊，这刑场啊，就是这个字句解释啊，啊，这个是约这个刑事的费力啊，啊，就是你刑事的费力取舍啊。所以知物就是指他盛典的取舍，就是你什么时候采用四分律，什么时候采用十送律啊，就是诸部不同啊，那你裁量你行事呢啊，要取舍哪一部律典实在是很难。所以取舍之意呢非易，这个取舍之意啊，啊，这个指古诗啊的见解的取舍，下面是指这个圣典，就是律藏啊。那上面是律藏啊，下面是指这个律诗啊。说取舍之意，就是约这个律诗的解释，就古诗啊，这个解释的啊，解释律藏的文意呢，要取舍哪一个人的解释才好呢？也不容易啊。上面是说，那你各部律都不同啊，你遇到刑事的时候不要怎么样裁量呢？啊，这里呢，我们按照四分律还要按照呢啊十送律呢，那这个圣典的取舍，那这个也困难啊。那下面是指说呢，那你喜欢呢考古呢古代怎么样解释的律师他们的文意呢，你要取舍这个律师讲东那个律师讲西啊，也不同啊，哎，不容易啊。且述其大权啊，我姑且呢就叙述呢这个大纲总意啊，好，以成无惑。就是我刚才呢是在解释这个大纲而已，这个大纲什么时候用四分律，什么时候用他部律，其实也是难啊。因为有时候碰到刑事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也会难啊，因为四分律有记载的，可是有些呢他部律也有记载不同，或是呢四分律有缺少了，这时候你要去分辨清楚了。那所以以成无惑，就是来明示呢我们取舍有根据。我现在呢讲这个大纲呢，是我有根据善见论啦，所以呢让你呢如果遇到真的要取舍他部律的时候，你也没有迷惑了，你也是有根据的。所以先把这个大纲建立出来，那详细的话呢啊，当然呢还要仔细的去研究了。好，再看魁二，取例，举例取文，举出这个例子。再来，这边就很重要了啊！你怎么取舍呢？为此中文，此中。文意俱远，约是无缺者，当部自主，何假外求？这边就是立中取义了啊。那这个本中啊，这第一个原则，现在呢，我们第一个原则啊，
这个本中文义句言，就是我们四分律啊，律文跟义理都圆满了，约事无缺。要处理这个事情啊，子慈作词啊，你碰到哪一件事情呢，他都讲得非常清楚了，你就要按照这样来做了，当不具足，合假外求，你就不可以用他不虑了，以四分律为本，不假外求，第一个原则啊。再第二个，你可以取他不虑，什么时候可以取他不虑呢？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鱼就其余的你可以用他不虑哦。第一个条件，有律文不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四分律的律文不明白不明了啊。第二个，事在废浅。第三个，有意无文。第四个，无文有事。这四个条件其中一个有出现的时候，那你就要用他不虑呢，如施重力，就是这四种状况有出现一个，并取他中外中乘此一步，那就是呢行事不得不用他中啊，那你就要呢用他不虑来成就啊，那就乘此一步，乘此一步就是呢变成我们四分律了。其实你引用的是他不虑，对不对？可是就变成是我现在讲的以四分律为主，又采取他不虑这个总纲里面的了。好，那么举例，举例当中出名本源不取，就是说明呢，最初说明本中就是本部律呢，它圆满，它就不取用他部律了。事有所终，就是显示呢，我们是有根据的，你都是以四分律为根据的。譬如说，重轻偏句，重法节某，受忏自禀，啊，受戒啊，忏悔啦，啊，自法啦，禀出啦，节说安置，节大戒啦，说戒啦，安居啦，自治等啊。用人用法多出本中，这些都规定很详细，你就按照四分律好好学就好了。右下标云部别不同，不取外部皆此义也啊。那这个部别不同呢啊，不取外部皆此义也，就是呢下面如果有讲到这个行事抄啦，有讲到呢部别不同，就是假设他虽然有引用其他部律哦，可是他如果跟你讲说部别不同哦，你就不要用了，就是用我们四分律就好了。那别部律他讲了跟我们不一样，你管他。前面不是有举出好几个了吗？啊，你就按照我们四分律的判法，你不要管别部律，你不要再跟我讲了啊，人家怎么说怎么叫说，那是他的事情。部别不同啊，我是用四分律的、啊。所以皆此义也，如果行事抄啦或是哪边呢跟你讲部别不同，你就知道了要用四分律，不要用他不律。好，余下就下面呢，第二是列四事例，举出四种状况呢你可以用他不律。出不了有二，第一个是律文不了，就是四分律的律文不明白，第一个不明了，如十五种略说戒，就是我们本来诵戒的时候呢，那你250条戒都要诵完嘛，那结果碰到呢有难事啦，老虎猛兽啦，或是有什么急难的事情出来呢，我们不能够广诵戒呢，我们只能略说戒啦，就讲短一点啦。那这边呢啊，这个很不明了啊，所以这个十五种略说戒在律上讲呢，它只有三五略法啊，就三五十五吧啊。那这个
随机结盟助他讲啊，金一比尼姆问等，就比尼姆问他讲的比较详细呢，来补充我们生命这个食物种到底是什么样食物种状况呢？那就是引用比尼姆论把那个实际的状况讲解释的比较清楚啊。还有呢，即东方有山称山之类，这个在讲这个大界的标象呢，律文只有讲说东方有山称山，有欠称欠等等啊，这通慢呢、啊，就是他没有定这个是非啊。我们说这个大界的界相那一条线呢，你要是非分明，很清楚知道。那个大界那条线在哪里啊？啊，你说那座山啊，啊，那座水啊，那个城堑啊，哎，那条线在哪里啊？山那么多，那这么大，那条线在哪里啊？你要指出来啊。所以这边呢，啊，不可以通慢这样称山啊。所以这边呢，有些律文哈、哦、不是很明白的时候，我们会呢，这个用他部律来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样来楷定呢他的道理啊。第二，不了足啊，前面是不明不大明白了，不明不明了，那。第二个是，就是前面是律文比较简略，现在呢是义理呢不足够，不明白。如斯人法不除颤舌等，那、啊、你看《扶桑集市》第三个哈、啊，就是生法有四位嘛。啊，四人生、五人生、十人生、二十人生嘛。那四人生除掉三个法，他不能做。啊，四人生啊，比如说他忏舍堕啊，忏舍堕重中忏，他要五个人了、啊。啊，或是呢，这个。这个受大戒啦，中国受大戒要十个人啦，或是出罪啊，二十个人，所以这三个法他不能做啊，所以四人法不除颤舌啊，啊等呢，就是呢，这个。四人呢。这个在律文里面哈，我们说这个四个人他不能够做这个中国的受大戒，或是自治要五个人，或是呢出罪要二十个人，四人身啊。那所以他四人身呢，四人的法里面他没有讲到忏舍堕等。就是四人身应该要把它除掉，这个颤舌堕他不能够做啊，因为他要四加一啊，要五个人、啊。结果这个义理他没有讲得很明白，没有讲得很明白。那所以啊，啊，我们呢，这个道训律师呢，他就引这个升取力啊，引升取力说要五个人才可以颤舌堕，啊，要引。他引升起律要五个人才善主说，因为忏悔主不入申诉，他要四加一，所以类似这样呢，你为什么要引升起律？因为四律没有说得很详细，那个义理呢？奇怪，是人生他可做一切皆末法吗？不能啊，因为忏舍堕啦，啊自治啦，啊这个边地受大戒啦，这些都不能做的啊，因为他要四加一啊。可是他为什么讲说四人生都所有的结末法都可以做呢？所以他不除颤舌啊，就他没有说明说除掉几个啊，所以我们要引升取力来补充，
说这个是要四加一。所以呢，下文一别是用此恶意寻之可见。所以这边呢讲律文不了，就是我们义理上不明白，或是呢他的四分律的律文呢他不足够，他没有显露出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采用他部律来解释了，这是第一个。好，我们呢时间到下一节课再看，向下文长不来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